我们可以给曹墨轩作证，证明他没有杀死赵明安。栽赃陷害，我们不能白白看他被冤枉死。对呀，一定要救他，不能白白冤枉他。大家听我说一句，警察都能杀警察了，你们作证还有什么用？是啊，那就完了。那得请他。对呀，那我们也得想想办法，不能看着他白白被冤枉。 还是得救他的。对，一定要救他，一定要救他，必须要救他，必须要救他，一定要救他。黄某森是滨州铁路公司的继承人，如果他出事，滨西铁路的修建可能就会受阻。为了滨西铁路，我身为共产党员，一定要保护他。认了吧，认了还能少受点苦。 你们真是丧心病狂，为了害我，可以杀死自己的同僚。住口！我就问你一句话，认还是不认？哼，嘴硬是吧？看来我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是不知道我马王爷有三只眼。哈哈哈哈哈！等一下。 郝岩认罪了。你要放了曹墨菲？江少爷，你是不知道，少帅的副官都已经来电话了，不让无辜扣留游行的学生。不只是曹墨菲，除了郝岩认罪以外，其他的人都得放。 郝岩认罪了，曹墨菲不代表着没罪。郝岩不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他连杀死赵明安的罪名都揽在自己身上了。明明人就不是他杀的，他揽在自己身上有用吗？那可是明明人也不是曹墨菲杀的呀。你这么说什么意思啊？那就开棺验尸，把尸体打开，咱们一看啊，那是专业的手法，拧断颈椎，把人给弄死的，那也不是曹墨菲杀的。 也不是什么这个郝岩杀的，那你这不抬杠吗？江少爷，息怒，息怒！哎，不管怎么说，这次总算是抓住一个共产党，没白忙活，不是吗？啊！<笑>快点！ 突然发现天好蓝啊，自由的感觉真好。不过，这一片蓝天都是郝先生给我们换来的。是啊，听说大帅刚刚枪毙了一个知识分子，说是共产党，我怕郝先生会有危险了。郝先生不惜性命救了我们，无论如何。 我都要救他，你走。老爷，二少也回来了。莫非，莫非，莫非，妈，你都瘦了。对了，伤哪儿了？让妈看看。妈，我没受伤，你放心吧。回来就好啊。回来就好了，爹。 妈，回来了，回来了。哎，孙新德，你怎么来了？陶子，坐。哎，呀，喜帖啊，谁的？孙先生刚送来的。娶我？陶子，我是真喜欢你。 你还敢喜欢我，让你喜欢你还敢喜欢我？哎呀，哎呀，妈，没事吧？哎呀，我不是故意想气你的，妈。<笑>妈，你又装，每次都用这招。好了，桃子，妈也是没办法，老孙家的彩礼都收了，1000块大洋啊。 还给他不就得了吗？都给许坤了，啊？
要不然你能头发都不少的就回来。他为了救莫非，不惜牺牲自己。如果共产党里全是这样的人，将来必成大事了。只不过，大帅正在剿共，想要营救，难上加难呐。可郝先生是为了救莫非暴露了自己，我曹定邦不能见死不救吧？这件事，您还是不宜亲自出面，不然就是公开跟大帅对着干，别说修不了滨西铁路，恐怕还得搭上您的身家性命。这样吧，还是交给我吧。来，走。哎呀，回来应该通知我一声，我可以多派些人去车站接你，这样那些人也不敢轻易动手啊。没错，就是应该多派点人马。没事就好，滨州呢我的人不少，我会让他们多照应点儿。那我谢谢朱老板。这次回来除了和金小姐的婚事，其他还有什么安排？要是有的话尽管说，我会尽全力的。这次回来呢，主要就是想拿回几年前属于我父亲的东西。你是指打败大帅啊？哦，就算是有金大发的帮衬，想打败他们那也是难上加难呐。这不是还有日本人呢吗？你见过日本人？那他们怎么说不肯支持你？也没有说不支持，日本人的意思呢是有条件的支持，就是想让我把滨州铁路公司给占了。他们真是无利不起早啊。退婚？叔，你也结巴呀？对，我让你给气的。真的很对不起，我跟孙兴德我们是朋友，我真的不能跟他结婚。我知道你看不上我们家兴德啊，但是这门婚事是你妈上门求我的，那彩礼我都给了。所以说对不起嘛。对不起有什么用啊？闺女，我们家兴德呀，他就迷上你了。你呀，回家等着吧。我等什么呀？我都不爱他。你个丫头片子，知道什么叫爱啊？时间长了就爱了啊。我们家兴德其实挺好的。我不是说他不好，哎呀，我跟你说不明白，反正我不能跟他结婚。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这要退婚啊？把彩礼还完。我现在没钱，但是你放心，我一定会还给你的。我都让你给我气乐了。我告诉你啊，要不然就结婚，要不然就还钱，没得商量。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别怪我不认账啊。嗯，钱你给我了吗？给我妈了吗？给谁了你跟谁要去啊？嘿，说耍赖哈。行，看咱俩谁耍得过谁。来呀，哥，不把他给我绑啊，绑啊。别跑了。哎，站住。哎，我哎干什么呢？砸我玻璃是不是？我怎么车玻璃被干嘛呢？站那，真以为能跑得了啊？
站呢？让你走了吗？来，过来，过来看看我这车。哎，觉得我这车怎么样？你这车挺贵的吧？两万现大洋，我也不用让你赔整个车，你就把车玻璃给我赔了就行了。你在这跟我开玩笑呢？我就是一美术老师，没钱。没钱了？真没了。行，没钱了你就跟我走一趟吧。韩小姐，你又闯什么祸了？误砸了他的车。你没事砸人家车干嘛呀？都说是误砸了，不是故意的。好，好，好，那你说，你想怎么办？现在不是我想怎么办，是他想怎么办。江少爷，您说。这事儿怎么办？我们车呢，怎么着也值个两万大洋，玻璃打碎了，赔个一千大洋吧。那我给你打个欠条吧。行啊，打欠条吧。那人先关着，什么时候把钱还上了，什么时候放了。关就关，又不是没关过。哎呀，放心吧，爷，肯定你拉倒啊！小姐，你没事吧？我没事。没事就好。谢谢你啊。别客气。曹二少爷，你有什么事儿吗？徐局长，听说潘涛又被关起来了。没错，潘涛因为故意损害他人财物，必须要照价赔偿。当事人提出来要赔1000块大洋。这里是1000块大洋，您看这事儿能解决吗？哎呀，到底是曹家的少爷，这出手真大方啊！不过呢，我的当事人他说了，必须要取得他的谅解，才能够放人。什么？这是江雨辰的意思？没错，我知道你跟江雨辰是不打不成交。虽然潘涛是你的朋友，但是我不能为了你的朋友得罪了江公子，不是吗？你放心，这钱呢，我肯定会帮你转交给江公子的。至于人放不放，要看人家的意思了。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得到江雨辰的原谅，即便是赔了钱，潘涛还是会被拘留？这话你就说到点子上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潘涛现在不在我的警察局，也不在我手上。潘涛不在警察局？那他现在在哪儿？江雨辰来电话说。他要跟潘涛私了，让我把人送到方圆。我想当事人既然提出这种要求了，我当然得满足了。江雨辰，他这是非法拘禁啊！什么非法拘禁？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哎，钱。你别嚷嚷了，我不会伤害你。别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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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吵
你干嘛呢你？你怎么上房顶上去？谁呀？干嘛呢？曹墨飞，你把潘涛带到你们方圆来干嘛？潘涛，潘涛现在不在我的警察局，也不在我手上。那他现在在哪儿？江雨辰来电话说，他要跟潘涛私了，让我把人送到方圆。少爷，少爷，今天早上警察局送来一个女人，叫潘涛，我把她关在柴房里了。江雨辰，你还是不是人啊？你把潘涛关进柴房里，你这样虐待她。我告诉你，今天早上那女人把我的车玻璃给我砸坏了。曹二少爷，你还是请回吧，把事情闹大了，再登上滨州日报的花边新闻，曹董事长脸上也不好看呐。回吧回吧。蒋玉辰，你简直猪狗不如，跟你没完。哎，好了啊，没什么事了，去吧，回家吧。哎，什么就回家呀？人家都等了你一晚上了。问你啊，潘桃是谁呀？就是一个欠了我债的人。听话回家啊！哎呀，你都没解释清楚。王总管，你来了。江少爷啊，把他带回家啊。小姐，金大人让你回家呢。行了，回家吧啊。啊啊啊！别叫了。曹鹤飞呢？你说那个跳墙的啊，走了。哎，你干什么？江雨辰，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少爷，这个疯丫头，她又大又闹。好了，好了，行了，春暖，你回去吧，没事啊。啊。哎，你把曹鹤飞怎么样了？我警告你，不要乱来。他闯进了我家，这叫私闯民宅。我们把他腿给打折就很客气了。哎，别走！干什么呀？我警告你啊，是我把你救出来的。要是没有我的话，你这会儿啊正在里面待着呢。哎，我看你也不像不讲道理的人，你为什么一直关着我呀？我乐意啊。少爷，昨天晚上跳墙的那个又来了。啊啊！江雨辰，你到底怎么样才肯放人？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想要让我放人很简单，我要股份。你也想要我们公司的股份，就去买我们公司的股票，不用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哎，市面上流通的股份才多少啊？我想做大股东。那对不起了，我也帮不了你。好啊，那对不起了，我放不了人。磨磨唧唧的跟娘们似的，那1000块钱我帮他还，如果你还扣着人不放，别怪我不客气。我在他的车玻璃上砸了这么大一个洞，他就跟我要1000块钱。我要是有1000块钱，我不就赔给孙富贵了吗？我还用得着跑吗？哎，你帮我赔钱吧。对，钱你不用着急，慢慢还。他这么容易就把我放了，不会是？不会，他给我写了和解协议，保证不会再追究。全像画里蜜之音，斩断相思意了缘。这什么跟什么呀？这不是协议，你被骗了。这个蒋雨辰，不过你不用怕，我会想办法保护你的。我不怕。哦，对了，郝大哥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我听说明天他要被押往监狱，我会想办法救他。那你一定要小心啊，免得落入圈套。郝大哥是为了救我才暴露身份的，不管有多危险，我一定要救他。那个共产党呢？绑着呢。广志啊，
这犯人过两天可就要转移到监狱里去了。这人如果要是到了监狱里面都招供了，咱们警察局的脸面都往哪儿搁呀？啊，局长，你放心，我一直派人监视浩言，只是也没看着有人偷偷接近他呀。是不是这共产党不管好言了？他们不会是想利用这次转移的机会动手抢人吧？那咋办呢？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既然他们想救人，咱们就挖好坑，等他们自己往里跳。哦，局长高明啊！丁建平和老郑都是滨州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成员，因此前来营救浩言。周密的计划，你们竟然把人给我放跑了，我要你们都干什么吃的？哎，局长，你放心，我已经派人跟踪监视浩言了，只要他还在滨州，总会抓到他的同伙。哼，我能指望上你们？就你们这几个猪脑子，滚，都给我滚，滚，滚滚滚滚滚。为了挫败日本人全面控制东北铁路的阴谋，郝岩为首的滨州地下党组织一直坚定支持曹定邦独立自主建设滨西铁路。没什么大碍，应该是震晕了。那就好，那就好。老郝，等你养好伤，你得赶紧撤回关内去。我对滨州特别熟悉，为什么要回滨？徐坤盯上了你，滨州对你来说已经不安全了。我可以暂时回避一下，到时候看具体情况。潘桃十分担心曹墨菲的营救行动，他在约好的地方苦苦等待消息，希望曹墨菲可以平安归来。你醒了？我没死。我们都活着回来了。没想到
我还活着。郝先生，你把警察吸引了过去，中了一枪。更没想到丁叔你也赶来救我们。丁叔，你怎么会想到去救郝先生呢？还不是曹董事长的意思。我爹他这个人啊，就是嘴硬心软。谢谢你了，丁叔。你不用谢我，以后少让我操点心，好好听曹董事长的话，我就谢天谢地了。哎，曹莫非啊，曹莫非，你胆子够大的。我们今天万一没有去，你被许坤抓住了，就会牵连到曹董事长。你这么冲动，曹董事长以后怎么能放心的把公司交给你？哎，丁叔，我有重要的事，我先走了。飞得很高了，我们捡吧。好啊，那我要捡了。来，让所有的灾难都随风筝去吧。不要问我何去何从的恩怨，是否还有？明天我就去找工作，然后尽快把钱还给孙兴德和你。找工作？你不是在学校当老师吗？哎呀，别提了，我从警察局出来之后就被学校给开除了。我看这样吧，那1000块钱啊，我先帮你垫上，你别着急。那不行，你就是一个普通的员工，你哪来那么多钱啊？再说了，你还要养家糊口呢。我爸妈不希望我这样。那也不行，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解决。要不然这样，你来我们铁路公司上班，刚好我们在招绘图员，你又是学绘画的，不是挺合适的吗？可我学的是绘画艺术，你们绘图员需要专业的人员吧？嗨，测绘图其实并不难，只需要准确规范，到时候可以把你分到我的组里来，经过我的指点学习，你很快容易上手。真的？当然是真的了。以后啊，我们可以每天在一起上班了。好。你好，你好，小姐，你有什么事儿吗？我是来应聘的，听说你们需要绘图员。对，你是哪所学校毕业的？滨州美术学校。美术学校？那你也不懂技术啊。我可以学。对不起，我们这儿不是学校。再好好说说。不行。说呀。小姐，请回吧。哦，大家都在啊！我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面对全国日益高涨的反日游行的压力，政府已经拒绝了日本人索取铁路权的要求，我们的勘测工作可以继续进行了。
这位是丁叔，这位是潘桃，我认识。啊，借一步说话。啊，丁叔，他就是那个上次参与了反日游行的那个潘桃，我们在警察局认识的，而且他是滨州美术学院毕业的。美术学院毕业的可以当绘图员，不过他得尽快学好我们的专业知识。好啊，让他跟我一个组，我可以教他。你可记住了，等这次测绘工作结束之后，他如果还不能独当一面的话，我拿你十分。怎么样？潘达，你被录用了，恭喜你。真的？真的。真的。太好了，谢谢你。哎，财务部长冯美玲，哎，是我们内部的。我现在已经不是外人了。哦，滨州铁路公司滨西铁路测量队第六分队绘图员潘桃。桃子，我知道你从小会画画，可我们这工程图跟你的画不一样，你可别捣乱呀。我平时看很多这方面的书。真能胜任？那太好了，那咱俩在一个公司啊。嗯。不过待会儿我得先回去了。为什么呀？你不是在这上班吗？测量队全体放假，回家收拾行李，明天就要出发了。飞，哎，还没走呢。是啊，我在收拾东西，然后等我爹一起走。我听董事长说，你们这次要走大半年呢。从草册、初册到订会，确实需要很长时间。怎么了？你有事啊？我想把这个送给你。这是什么？这是香草，防蚊驱虫，你在野外能用上的。啊，你在野外的生活风餐露宿，条件艰苦，你要保重自己。哎，桃子，第一次出远门，一定要自己照顾好自己啊。知道了，妈。倒是你，美云说，我这次走啊，估计得半年呢。你要照顾好自己，不要让我担心啊。放心吧，你不在家呀，就没人气我了。妈，哎，我那白玉霜呢？美云送我的白玉霜搁哪了？你找他干嘛呀？你快帮我找找。放东西呀，从来都没地方。这不这儿呢吗？哎。你从来都没打扮过自己，怎么了？有心上人了？女为悦己者容，你女儿我呀，有心上人啦。真的呀？是吗？哎呦，哪家的少爷啊？做什么的？家境怎么样？快领回来让妈瞧瞧。妈，你就知道关心别人的家境，你怎么不关心人怎么样啊？姜不是老的辣吗？你领回来让妈瞧瞧，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妈得帮你看看，你别让人给骗了。你女儿我还会被人骗？也不瞧瞧我妈是谁？有其母必有其女，有这闲工夫，你还是担心担心别人吧。你是骂我呢，还是夸我呢？你猜，个臭丫头。出发！谢谢啊！出发！出发！
这一次的测绘完成后，冰溪铁路就要开建了。等于我要在冰溪铁路建成之前入股，对吧？是的。冰溪铁路务必要严格按照日本的要求去建设，将来才有可能与南满铁路顺利接轨。不是有没有钱买这个股票问题，而是曹定邦肯不肯卖这个股权。曹定邦，软硬不施，汤水不进啊，自己儿子的性命都可以不顾及。哎呀，我是无计可施了。那我们何不反其道而行之，从曹定邦身上下手？什么意思啊，少爷？我听说滨西铁路的勘测已经恢复了，曹定邦要亲赴野外督阵，我们何不趁这个机会找土匪把他绑架了，逼他的家人就范？你的意思是咱们找一土匪把曹定邦绑架，然后管他的家人呢要一笔高额的赎金，他的家人拿不出来这笔钱，就只能变卖股票。不错，少爷也不用亲自出面。我认识一个当铺的老板，叫孙富贵。他和这个土匪严老虎有来无往，我让他去联系。不过我要亲自见一下严老虎。你又不是不知道，严老虎是我爸以前的老部下。我去说了，这事儿就是十拿九稳。我就是担心那些土匪下手没个轻重。这曹定邦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不就陷入被动了吗？少爷想确保曹定邦平安无事。谋财不是要害命，我有必要在滨州给自己树立这么样一个敌人吗？少爷想得周到，那我去找孙富贵。你去吧，忙你的。降降得降降。少爷，你还真打算绑架曹定邦啊？日本人步步紧逼，我有什么办法呀？这个主意是祝少轩出的，我怀疑他背后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弄得不好，你得替他背黑锅。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知是陷阱，我就要跳下去试试。也对，可常言道，三思而后行。你一旦找了眼老虎，那就没有后路可退了。再要是让曹莫非知道了真相，势必和你反目成仇。叔，跟您说句实话，这件事情呢，好的还是不好的结果，我在脑子里面我都想了一遍。那我有什么办法？要想得到滨州铁路公司，这就是唯一的捷径。曹莫非想恨我，让他恨去吧。我决定回到滨州的那一天，这条路我就要这么走下去，甭管这条路上有多少人恨我，还是多少人爱我，我无所谓。好，既然少爷心意已决，我信你。
怎么着，老姑爷，当铺生意不好，上山来入伙了？我给你带了一条财路。哟，少爷光临老虎寨，老虎未曾远迎，见谅见谅啊。大当家，您太客气了。如今我就是平头老百姓，已经不是什么少爷了。哎，少爷就是少爷，我严老虎认就行。来来来，坐坐坐。少爷上山有事儿啊？还真有点小事儿，想麻烦大当家呢，帮我带个人回来。没事呢，请他吃吃饭，喝喝茶，在山上啊多住些日子。谁呀？滨州铁路公司的董事长曹定邦。哎呀，他的城里这是有难度啊。不难，曹定邦正带人在野外勘测，难道他那二十几条枪你对付不了吗？